俺底下菜园看有企鹅呗，因为俺菜园那企鹅已经拔了。我看看底种了白菜已经出来了，还是成雀。这是俺妈后来种的黄瓜，现在又开始结了。西红柿结臭呗，这城里面大出来的城大不多的东西，我也是瞎做啊，瞎做瞎做就不好吃，看着好吃呗。好好好，张，你这回提稍大点儿，稍大点儿，嗯，好，过来，这个铁出的可大了，我看就是好炒，你看大点儿吗？还是叫你来指导你，指导，是吧？嗯，小文那么点儿，还有你那个辣头，辣头是真辣，就是辣头，那是生头，那生头，生头。不来不敢炒，炒了不好吃。别的炒好了可好吃，嗯，炒不好可难吃。炒的各地各地要不能炒好了，是不是？那炒好了那越黄越好，可好吃。哈哈，还很安稳的嘛你。啊。嗯。哎。舒服的。好舒服的。哎呀，摘了摘了。嗯，你要掉就摘啊，先掉过掉啊，会安稳的。哎。好一块儿那种好那啥的，对，这个。
这样吧，我取个几个扔呗。还是热的，能，是吧？吃吧，你放一会儿，让它自己干。是吧？就是有点烫，这样的我拿，给你，这么好。这炖了几个小时？俩小时，俩小时可多。看一看。你手拿的挺好。好，多吃点，给你奶。吃啊！尝尝，你管啥？别急，你也尝。十三天。